锄奸扶弱的君子姿态，重燃少年志气；以兴起家国的赤子之心，书写国风之美；传递文化自信。微博主话题“陈情令”阅读297.1亿，爆棚口碑掀起观剧热潮，远销海外，成为首个入选全球热度 TOP50的中国电视剧。微博年度热剧《陈情令》。